对，小声一点。我记得每次开场都会太大声，然后我都被吓到。啊，舒服。好的，好的，好的啊，好的，那。BBC 副车有那么萌，有那么萌就好了。来，来吧。OK，那我们今天要跑的是真流行之神人偶篇 Ningyo 啊，然后看下从哪里进去。好，这里是接在那个时候，那时候金田找跟我们说完那件事情，然后我们要前往那个现场。就是，阿伯被杀吧，哦，还是竹中，好像是阿伯被杀那一段，对，阿伯被杀那一段，对，那我们就继续接下去，从这边接，对，在犯罪 camera 那边啊，犯罪监视器看到了那个阿伯那一段，好的，好。那这时候有三个选项：不说话，看那个就是看监视器啊，还有前往现场。那时候我们选前往现场。那我们现在呢，就要选择看的监视器。哦，人形片、人偶片啊。然后呢，我就看了那个监视器啊，总觉得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这样。嗯，是心里的吗？还是身？是心里的感觉，而不是生理上的讨厌感，一定是心中的某个警报响了。你也会有警报哦，你之前喝人家的迷惠茶都喝了那么多次，啊，这跟那种放在杀虫剂里面的虫药动来动去啊，也不像通常人们的东西不同。这样子，看来救护车赶不上了吧？啊，似乎是放大家，就是说，科长呢，明明平常很达观的科长这么说着，丰守也跟着。所以轮到我们出场了，喂，上吧，北条，好，我们视线离开了监视器，然后站了起来，但是呢，这时候我的脚步突然浮了一下，这种感觉一定是可以察觉到什么危险感这就是人类在最后的瞬间啊。剩下来的警员们呢？开始骚动着。大家都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发现了，喂，大家快去现场啊！快找救护车！然后呢？马在一堆啪嗒啪嗒啪嗒冲出去的警员们面有难色的丰守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总之这边大家就立花的出场机会了吧？我们也去吧。好，怎么骂？难道官本的预言真的中了吗？但是我说不出来。就是说，还有人会死。在这个一片山中的村道路里，夜晚没有任何人的气息。在我们到达的时候，监视器印上的人物已经被送到了救护车上了。似乎在没有 AED 也没有任何急救的这种山 AED 的电动心脏器然后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心脏停止了。就算在救护车中试图做 CPR 之类的，也已经赶不上了。似乎我听他们说了，在搬上救护车之前就已经死了。那么我们来吧，做现场检证，这是我们的工作。虽然说是在荧幕面前，但是在有人死在眼前，还是很痛苦的呢。总之是我们的工作吧，对吧，大叔？对，以内哦，大叔不在啊。黑田科长他先去了医院那边啦。先去确认身份吗？总之这样吧。周围的警官呢？丰守跟附近的周遭警官说了几句话写了些笔记。呀，巴里，果然死者是猿胡桃。哎呀，是胡桃酱。哎呀，胡桃酱他是在进入了那个
村子的养护设施，78岁的阿伯啊，是村子的有名人哦。然后呢，马丰手啊，似乎知道被害者是谁呢？老婆婆吗？哎，没办法吧，也没错啦。那种小小的身体，还有那种行动的方式，还有头身的平衡感，那确实是呢。不过，哎，雅吉安，为什么那个阿伯会在这种时间在山步山道上走路呢？那谁知道呢？那些阿伯们呢、啊，可能都是有老人痴呆症吧。有的时候啊，我在村子也会遇到，那是一个很偏执的阿伯呢。那在现场呢？啊，就是有一些监视人员呐、啊，搜查班走来走去啊。那么基本上支援部队只有我跟丰守，那、啊、就是这样了。既然啊，遗体已经被送走了，在现场听完之后呢，啊，眼前似乎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奇怪，还是搞不懂为什么阿婆一个人会在这边走呢？哦，辛苦了，怎么样啊？黑田科长靠了过来。没有啊，没发现什么。那边呢？啊，听说了啊，问了，是心脏病。那如果是心脏停止的话，应该就是意外吧？那、啊、谁知道呢？呀，不，那个、啊、大叔啊，一定是这样的啦。啊，虽然你这么说，死亡是心脏停止，没有，我其他也不知道什么，看起来也没有事件的可能吧。所以说现在不在调查吗？啊，他们两家小孩子一样争论着，真是的。哎，像被为什么会被犯到特克来呢？总觉得啊，丰守啊，比起说像科长那么优秀吗？不如说这些小孩一样，真无能。哎，特克啊，总是放了一些有问题的职员呢。难道我也是吗？不过、啊、这时候我的眼睛好像什么东西看了我，长大的哇嘞，什么东西啊？一瞬间，好像有谁在山道中看了我一眼。跟他交汇了，是谁？不对，人的眼睛不会在那种地方。是狗、猫吗？狸猫还是什么东西吗？奇怪，不对，这不是生物的视线。可是如果不是生物的视线，是什么呢？我看到的在黑暗之中，确实有个人影，一个穿着和服小小的样子。哎呀，好可爱哦！娃娃？咦，为什么在这种山道里面会有一只失踪娃娃呢？被丢在这儿。而且啊，还是这种和风娃娃，好不舒服呢，好像在笑，又好像很悲哀的表情啊，不，既不是笑，也不是悲哀，那一脸无表情。因为光的关系照了过来啊，看到他的脸就觉得很像是能面般这种日本传统的样式美。豆阿姨，话说回来，在人死后马上在这种山松里面发现这种东西，真的好不舒服哦。不过啊，看起来做得挺好的，也是个做制造精美的人偶，虽然不舒服，我还是靠近确认一下。不要啦，你靠什么近啦？确实做得很好呢，跟附近土产店卖的量产比不同，我再仔细看看，看就知道了。好像会被吸进去的感觉。话说回来，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娃娃呢？正当我想把它拿起来的时候，有个人抓住了我的手。原来是美玲啊！哎呀，别吓我啊！Nanga， 西友，你做什么啦？沙西亚，你也是警官啊，怎么可以随便动现场的遗留品呢？这是常事吧？Nanga， 原来是娃娃，我还以为是美玲的，吓死我了。哦，不是，原来是美玲啊，别吓我嘛。Nanga 讲奈秀，妈蛋，不是什么啦，你真是的。总之，这是遗留品吗？这样判断比较好，因为也没有别的垃圾，应该不是什么违法丢弃吧。而且你看看这个娃娃，你不觉得一点都不脏吗？那搜耶吧，也是啦，确实很漂亮，穿的衣服也很高级，虽然好像有点年代的感觉，脸上也没有脏污。这个衣服好像有点旧了，难道说这是阿伯的私人物品吗？
阿伯挂掉那边开始，老婆婆的娃娃吗？那谁知道呢？之后调查不就是我们警察的工作了吗？确实啦，嗯，啊，确实嘛，那个眼睛啊，人偶看着我，我就放松了。哦，海安，原来是 DA 啊，靠腰啊。总之，收集了昨晚的情报，你看看吧。啊，到早上呢，啊，风手啊就说了，他就把一些碎碎的、散烂的资料丢在我的桌上。昨天就收到，今天就这么多了，了不起？啊，你以为啊我是什么？你以为我只是单纯的税金小偷吗？啊，嗯，这样看的话，风手其实蛮有收集情报的才能嘛。啊。不会啊，你可以这个娃娃不是有这种娃娃吗？据说你把它卖出去啊，它就会回到你家，然后你就卖出去啊，回到你家，卖出去啊，回到你家，然后这样子不断不断的重复啊，然后你后来你还可以教娃娃自己上网拍卖自己啊，然后你还可以帮他们做个小门，他们回到家也不用去接他们，然后你就可以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了。首先呢，死者啊是圆胡桃酱啊，78岁的单身女性。身边没有人没有家人，就一个人住在那个看护设施，但是昨天呢却没有乖乖的待在房间里。看到的资料呢，没错，这个看护设施我有印象，确实是木村早苗小姐工作的地方呢。然后呢，你们没看过那篇文章吗？还蛮有名的。没有，那是一篇蛮有名的文章，我等一下晚点贴在那个 Facebook， 还蛮好笑的。然后呢，他们在那个关灯时间之后就没有看到他了，那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的。一般呢，他们应该是不会自己人出去的，那会不会是被别人带出去的呢？还是怎样？那总之现在想也想不出来。但是他身边呢也没有比较熟的友人，那还有一些人，那对啊，大富翁娃娃超好笑，那边笑到不行了。然后呢，也没有一些工作伙伴，那些以前的工作伙伴呢，跟那些好朋友们都已经过世了。因为是高年龄大了，没办法嘛。他说不是哦，他以前的那些工作伙伴，还有以前那些朋友，他们啊，并不是老死的哦。倒不如说啊。这个很有醍醐味哦。那个老婆婆啊，据说啊，她在工作的时代，现役时代被称作为诅咒老婆婆哦。诅咒什么的啊？你是说咒术师吗？像我想到了昨晚的事情，难道说 好不舒服的感觉哦？据说啊，那个婆婆啊，原本是个人偶师，而且是非常技术超高超。在这个世界上啊，非常出名的人偶师哦。多有可能啊！难道这么说，昨天晚上的娃娃也是？如果这么说，他技术很好的话，确实昨天晚上看到那娃娃，确实做得非常精致的。但是啊，评价虽然高啊，但是也有不好的事。总之，它就有另外一个名称，被称为诅咒的婆婆。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人偶制作师诅咒什么的？我就问了他，风手露出了奇妙的脸。据说啊，持有原婆婆啊所做的娃娃的人，都会遭到不幸。靠腰，那为什么还会有人买啦？这种人怎么还会出名啦？不过这样仔细想想，很好，也有道理哦。你就专门买他的娃娃，然后送给你讨厌的人就好了。Good 啊，专门买原婆婆娃娃送给你讨厌的人。不信，这种事情真的假的？虽然不是铁定，但是啊，有很多个传闻哦。比如说以前呐，银座的百货店开了一个人娃娃展，里面也放了阿婆的娃娃，然后呢就被偷了，被偷了确实是不幸的事件呐、不是这样啦，是偷了那个娃娃的犯人呐、在几天之后掉到了宇田川那条河里面浮了起来，不在里面。不过、这可不是传闻，而是事实哦。哇，そっちの不幸ですか？是那种不幸啊？
好，你要送我娃娃是吧？そうじゃなくて啊，还不止这样，还有别的诅咒哦。比如说啊，像是政治家啊送给他长男的结婚礼物啊，所以特地订了一个手工人偶。然后之后，那个政治家马上就被收贿而被逮捕，因为收贿被逮捕，然后长男也因为意外而死亡了。それは，这个其他还有啊，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偶像啊，然后呢，他很开心的说，在部落格写说，哎呀，老婆婆送了我礼物呢。之后呢，他就结婚隐退，然后隐退的时候就被粉丝啊，然后之后结婚隐退之后就自杀了，然后她的丈夫也因为用药被逮捕了，小孩才几个月也死掉了。喂，这个也太过分了吧？这跟粉丝有什么关系呢？那个啊，反正呢，总之就是这样不舒服，好几个不幸啊，听到这样的故事了。这些只是单纯偶然吧，不幸被连接起来。怎么会是诅咒呢？妈，这些想法也太幼稚了吧！妈，然后总之啊，他以前的工作伙伴，那些人啊，那些工作伙伴们都死光了，简直像是诅咒一样。黑子现在是一身群魔乱舞，也是吼，虽然难以置信，会不会太夸张了？总之啊，接下来拿到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诅咒呢？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啊，那什么呀 ？Poputaya 是什么意思？查一下，看一下他的资料表。那个，哦，在Smithsonian 苏联博物馆所藏的一个45.5克拉的一个蓝宝石。哦 ，Hope Diamond 哦，希望钻石是有这个东西吗？它据说是会让持有者破灭的诅咒宝石。所有拥有过他的人，家人都遭到不幸，比如说是法国的路易十四，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被杀死了。那就是这么说着。简直像是嘛，我有听说过嘛，所以后来就被放在了苏联的博物馆吧。雷蒙恩，我虽然不是很清楚，不过我确实有听过这个，会给拥有者带来不幸的那个蓝宝石。虽然大部分都应该是创作吧，是啦，可是问题是会被俩包啊，被俩包可能就是诅咒啦，对不对？啊，不过啊，当不幸跟偶然实在太多的时候，也许人们就会以为它是诅咒吧。都敢呢？谁知道呢？那我觉得诅咒可能真的存在吧，但是这个工作感觉好讨厌呐。だからどういうで、我大希望。那我呢？科长你怎么想呢？安安，F7306688。呪いを人形ね，诅咒人偶吗？真的好像很恐怖呢。那不过警察也要小心。好，看一下那个诅咒人偶是什么。当我知道诅咒人，赤松人形是什么东西啊？哦，自日本古代一种可以替换的人偶，有女生也有男生，是佐野川世松用他的样子贩卖的娃娃。可他写16呢，还是我看错了？是我看错还是他写错了？看一下，他写路易十四呢？他写的是玛丽吧？那个玛丽皇后吧？玛丽还有路易十四，他写十四呢？诅咒娃娃，在世界上有很多据说的诅咒娃娃啊，然后呢啊，据说头发会伸长，会发出声音，会带给所有者不幸，也会杀了他们。然后呢，据说是以前的拥有者被杀了，然后怨念转移到上面，就会继续诅咒下去。然后就是这样子。那么日本的传统呢，也有说用人形来代替来守护他们，就像是那个阴阳术的那种娃娃，那个和纸人一样。亚达纳，讨厌啦，科长，你认真的吗？妈，难道说这次袁阿婆的死是因为那个诅咒反馈到她身上了吗？呀，再怎么说也不会吧。而且自己死什么的，妈，话说回来，若这样，以前早该应该出事了吧？去
确实，考虑的话，78岁也算活蛮久了。比起诅咒，不如说是天寿吧，应该不会被杀。总之，应该是老死的吧。人家写14哎，我怎么知道？还是14也是死的？看，还是这个游戏写错了。总之呢，以他的年龄来说，心脏停止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次的事件恐怕就当作是意外吧。唯一不自然的一个地方，就是为什么老婆婆会在那个时间出现在山里呢？是自己去的吗？还是被什么东西追着到那边呢？但是啊，因为这个事件实在是没有什么事件的可能性，袁婆婆死亡的东西就从搜查一刻啊移到了我们这边呢。话说回来啊。搜查一刻，总之做的是强盗、杀人、诱拐、放火这种强行犯的对策，意外死啊、突然死啊，还有老人这种，他们没时间去管。也就是丰守还有北条嘛，不要再想诅咒的事喽，啊，是吗？嘛，虽然我觉得诅咒这种东西还是觉得它在比较好吧，只是我也不想被诅咒就是了。嘛，也是啦，总之，啊，对了。确实我也觉得搞不好有诅咒哦，那个时候现场有一个失踪人偶呢。诶，マジで，真的啊，因为那个没有呈上报告了。啊，诶，现场看到的吗？在哪里？诶，我要看我要看。干，你根本智障啊，丰守，你是嫌你命太长了。呀，那个啊，南打有什么嘛，北条你没兴趣吗？ありますけど，有是有啦，只不过干，你们干什么啦？你们是真的活命太长了，不作死就不会死了，你不知道吗？阿婆其实在做机巧少女啊。昨天晚上啊，遇到了那个在遗体的发现现场的夜晚，发现了失踪人偶，虽然只是很不舒服，现在又听到了有那样诅咒的故事，虽然感觉很差，但是真的其实挺有兴趣的呢啊，兴趣啊也涌了上来，哼哼。而且想想嘛，居然在荧光灯之下，然后还有这么多人围着他啊，一定很不恐怖的啦，怕什么？那明海表示，啊，你可以请小胜啊。哟，好，那么证物在鉴识科那边吧，快叫他拿过来。哎，啊，不过要跟美玲说吗？总觉得有点不好的预感呢。不是这样子，那是因为美玲是现实主义者，从来不讲那些超自然的话题。从阿伯死亡那里分出来的所有的线全部都是从那个大部分除了那一条感染片之外都是从那个失明者分出来，从阿伯死掉那开始。喂，叫什么啦，你们真是的，那可是